歡地嗰陣時，九幾日已經有我哋經萬幾十四以色列人信咗天主，但係我哋神好似好吸引佢哋吧，於是耶穌啦召集咗以色列嘅長老、領首領、判官等等，跟住叫佢哋作出抉擇，要繼續服侍南非皇帝佢哋出嚟嘅天主，定係佢哋而家去自己地方阿摩利人嘅神。最後佢哋就揀咗天主，先係咁。佢哋都唔係時時都忠信於佢主嘅承諾，仍然跌倒過很多次。呢啲就同我哋代人係好相似。有耶穌話：如果我哋唔食佢嘅肉，飲佢嘅血，就唔會有生。呢啲説話唔單止對猶太人，連耶穌自己嘅門徒都好震驚。為咗耶穌呢啲説話，好多人都離開咗耶穌，可能因為對耶穌嘅教訓係好難明白同埋接受。喺我哋嘅福音中，耶穌都問佢嘅十二個門徒，佢哋係咪到哪説下佢呢？睇下我哋喺門徒區，每年都有好多人點洗，但有唔少人都冇聚繼續安靜，可能因為佢哋冇發育佢哋嘅信仰，或者佢哋對聖經嘅認識、對基督嘅信仰唔夠深入，或者因一啲舊有嘅反面見證、一啲領袖嘅蒙羞嘅行為影響，定係同其他舊友有衝突呢？又或者感到呢個依附生活方式唔係合適、適合在世俗中生活，甚至參加咗其他基督宗教或者其他宗教呢？其實我哋要識得點樣分開耶穌上我哋下嘅路，同埋我哋同我哋個人嘗試為生活揀嘅路。事實上，信仰係我哋一出世就已經有，而都唔係一係願意要學去應付生活，而係要建立點樣同所一起生活。今日去點睇生活意義嘅關係？呢個關係係需要隨住歲月成長而更為密切。同意聖經，讀經。
丈夫係之間好似冇平等咁。呢度只係佢哋出性暴露時代佢對男性嘅睇法，但係只以性暴露到講有兩樣嘢重要。第一，丈夫要愛妻，好似愛自己身體一樣。呢個包括互相相愛，同埋彼此互相尊重自己。第二，性暴露同丈夫同體嘅關係，比如耶穌同教會嘅關係。呢個係當初夫妻關係應該係因為彼此相愛而互相順服，唔係要有身份高低而屈服。佢係丈夫好嘅，有要求，佢哋妻子好似耶穌和佢嘅教義一樣，同犧牲自己，去領到教會神聖。同福音，耶穌是第一人，信得佢係咁榜樣。我哋今日基督徒都感到人實子。以上得去生活，而真實努力。事實上，呢啲係基督徒生活嘅一種經驗，係生活唔同階段嘅歷練，中間會令到我哋嘅信德漸漸趨向成熟。最重要的是我們要認住聖經當中的預言，主為你有行善的話，我們去投奔誰呢？我們相信而且知道你是天主的聖靈。